用这个杜力试验的结果来看，威哥每天的最高用量是800毫克，就是说它可以用到8片，但临床上，一般的不能用到这么大，因为这个这么大的量啊，就接近了它的有害的剂量了，那么我们一般来说，临床用的每天的用量最多用到200毫克，就是100毫克的一片的话，我们用到2片，如果用到2片仍然没有效果的话，我们一定要，进一步的评估病情，同时我们要评估，还看看有哪些因素没有处理，同时看看哪些药物这个没有同时应用，我们综合的治疗才能考虑它，是不是需要继续用维格。长期，用了一段时间，你比如说我吃一天吃2片，吃了一个月，吃了2个月还都没效的，这时候可能不再需要用药物治疗，可能需要做假体了，所以这时候药物并不能对所有的阳痿患者都有效。